里约奥运村被运动员吐槽环境究竟有多糟，大学该不该把围墙都拆掉，哈利波特是不是美国大选的一个法宝，更多精彩尽在本期杂志天下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杂志天下，我是廖杰，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。节目开始啊，咱们来说一说里约奥运啊。再过几天里约奥运呢就要开幕了，各国运动员呢也陆陆续续啊赶到里约，等他们一到奥运村，哎呦傻眼了，就纷纷开启了吐槽模式。像上周中国运动员入住奥运村，随队记者呢就晒出了浴室的照片，引发网友热议啊。啊，你来看啊，地上是一片狼藉啊，马桶盖呢都已经损坏了。那国乒队啊也在微博上啊吐槽说，这个浴帘呢装不上去，老是掉下来，水龙头里的这个水呢有的时候有，有的时候没啊。不光咱们的这个运动员哈，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也都遇到了各种奇葩情况。你比如日本运动员洗澡的时候呢突然发现没热水了，白俄罗斯的运动员呢就抗议说没有热水，下水道还堵塞了啊，地板啊窗户啊都很脏。澳大利亚代表团那就更绝喽，他们最开始是拒绝入住奥运村的，说自己掏钱住在附近的酒店，这也太不给东道主面子了，是赤裸裸的打脸呢。对此呢，里约市长脸上挂不住啊，就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，是不是要在澳大利亚代表团的楼前放一只袋鼠，才能够让他们感觉是像在家里呢？这么一个提议很快就得到了世界各地网友的赞同，说这个可以有，甚至有人就提议啊，就让澳大利亚的动物明星袋鼠罗格到里约去担当这个重任。你看罗格一生的肌肉力量速度技巧哪个都不缺呀，能充分展示奥运的魅力。不过也有人就说了，罗格可万万不能去呀，啊，难道你们忘了里约的奥运吉祥物那个美洲豹它是怎么死的呀？六月份啊，奥运圣火传递现场一只美洲豹被拉去站台，结果呢因为看护不当，这美洲豹啊挣脱了束缚就开始袭击人群啊，最终呢被击毙了。你说他冤还是不冤呢？咱呢还是说这个奥运村啊，说这个浴室环境差一点也不算什么大事，最憋屈的呢应该是篮球运动员，因为这个场馆建设过程当中预算不够，那怎么办呢？只能把工程缩水哦啊。你比如原计划的室内场馆就变成了露天场馆，原本1.5万个座位就减少到1万个座位，就连奥运村的床也连在的遭殃，尺寸呢缩小了，只有2米长1米宽，这让各国篮球运动员怎么睡觉啊？睡觉的时候只能把那个脚啊悬挂在床外边啊。此外为了削减这个预算呢，这个奥运村的房间连电视都没装啊，可以想象啊，这个运动员在不比赛的时候那该多无聊啊。此前巴西奥组委为了省钱甚至说啊，运动员的房间空调是不免费的啊，要付费才能够使用呢。理由是什么呢？巴西在南半球8月份属于冬季，空调并不是必需品。这个计划一提出来啊，哎呦，各种板砖迎面飞来啊，巴西奥组委啊不得不紧急取消这么一个计划。这些个脏乱差还不算什么啊，最可怕的是什么呢？是比赛场地，那叫一个不忍直视。你比如水上运动比赛场地叫瓜纳巴拉湾啊，要进行帆船等比赛项目，可是呢这片水域啊垃圾成堆，卫生专家甚至警告说这里啊就是一个巨大的病毒培养容器，比赛的时候请运动员啊闭嘴啊，防止脏水入口。不过还好最近巴西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，放置了拦截网，这水体的环境呢就大为改善，已经得到了国际帆联的认可。对于状况频出的里约奥运啊，有人就说不整出一点幺蛾子怎么能叫里约大冒险呢？还有人就调侃说，以前的奥运是运动员争先恐后争夺的冠军，本届奥运大家保命要紧，
平安归来就算是胜利了。最近一条新闻的反转，那可是撩动着无数大学生的心啊！先呢是北京晚报发布了一个消息，说北京将在人大、北航等高校啊试点拆墙，拆这个校园的围墙，钢筋混凝土的那种墙。这消息一出来啊，很多学生就不干喽，尤其是通知当中提到的那几所高校的学生，纷纷站出来抗议啊，说学校的墙一块砖都不能少。不过呢，就在同学们准备拿起笔杆子啊保卫校园围墙的时候，剧情呢发生了反转。第二天，《新京报》又发布了一条消息，说这个拆墙报道啊不属实，说这一次的规划呢是为了推进高校周边区域路网的管控，并非是要拆掉高校的围墙，不是之前大家理解的什么开放校园啊。虽然是辟谣了，但关于校园拆墙的讨论却没有停下来。其实呢，早在十多年前就有学者呀提出要打破大学的围墙，让高校呢真正融入到这个社区。理由很简单，你看啊，打破高校围墙，一方面可以提高学校资源的利用率啊，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；另外一方面，大学与社区打破了界限，就可以让大学生啊真正的融入社会。可拆除大学围墙的口号都喊了十几年了，最终呢还是没有成为现实。相反呢，大家更多的呢是担忧啊。虽然说要让大学融入社区，可拆了围墙，你不也把那各种社会上的风险带进到校园了吗？那学生的安全该如何保障呢？除了对安全的担忧，很多人反对拆围墙啊，还因为学校公共资源也已经被抢走太多太多了。你比如每年到了樱花开放的季节，武汉大学那就人满为患，还有每年的暑假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满满当当都是进校参观的人。就算是一般的高校，他们也都有自己的苦恼啊。你像有高校的学生就说了，这学校啊本来就不大，体育设施呢你一开放，结果呀本校学生排不上这个场地了，打不了球，操场上啊到处都是遛狗的、跳广场舞的。你像去年夏天，南京邮电大学的操场边呢，就挂了好几条横幅，上面就写着“坚决取缔广场舞，还校园一片安宁”。说到高校拆围墙，很多人都会说这是与国际接轨啊！你像欧美很多大学，人家都没有围墙，别说围墙了，有的甚至连个大门都没有。但其实啊，人家美国大学不设防啊，有它的历史和制度方面的根源。以美国耶鲁大学为例啊，它最初呢只是在市中心的某一个角落买了一小块地啊，在上边呢建造了学校的第一栋大楼。之后啊，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，这耶鲁大学呢就是以东买一块地西买一栋楼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扩张，这样就造成了耶鲁的校园建筑在空间上那就非常的分散啊，与这个城市的街区啊相互交错，根本就无法合并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校园。另外，耶鲁的不设防呢还在于美国的私有产权制度，由于它的产权界定很明晰啊，根本就不需要建什么围墙来保护。相比之下，咱们的高校既缺乏这样的历史基因，也没有相关制度的保障，如何打破围墙与社区融为一体，那就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啊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就想说，大学校园墙可以拆，但不必要强拆。好，继续还是跟大学有关的话题啊，说一说校友捐赠文物的事啊。最近啊，北师大一位姓邱的校友把他收藏的6000件陶瓷古董捐给了他的母校。北师大呀，因此还成立了一个古陶瓷博物馆，还用这个校友的名字呢来命名。这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校友捐赠，可是啊，他在文博圈、在历史学界却引来了不少的质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专业人士怀疑，那6000件藏品啊，不是真古董，很可能是赝品。有人就发文说，
如果那6000件古董都是真的，那实在是太值钱了，市值呢可能有1.2万亿，1万多亿呀，12000亿呀，甚至都超过了某些省它一整年的 GDP 了啊！当然了，这仅仅是一个估计啊，是根据它公布的这个图片，把它们跟以往拍卖的古陶瓷进行了一个对比来进行估值的。你比如这张图片上，左边这个呢是2014年美国拍卖的一个乾隆慈母大瓶，成交价呀相当于人民币的1.5亿。中间这个呢是故宫的藏品，这个呢则是这个邱先生捐赠的，咱对比一下，算是同款吧。他一次捐了几个啊？5个。参考这个拍卖价，那保守估计呢也得值7亿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成群的这个宋代官窑瓷啊，还有大量罕见的描金图案啊，真是惊煞天人。2015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了一件这个南宋官窑瓷器啊，价格超过了1亿港币。我们再来看看邱先生捐赠的这一批宋官窑啊，随便拎出一个都要上亿，你要说它值50个亿都不过分呢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堆乾隆御窑珍品，什么乾隆珐琅彩呀，皇帝龙纹瓶啊，要啥有啥呀。目测这几十件藏品市场价格得在200亿左右，把6000件古董这么一对比一估算，可不就值了1.2万亿吗？对于这个外界的质疑，这捐赠者邱先生啊，他就说了，捐赠之前已经请专家鉴定了，确定都是真品。他还说，古陶瓷鉴定领域的有些专家只见过博物馆的古董，他认知水平有限，你没有看到我捐的实物，只凭照片就怀疑我这个是赝品，这属于严重的扰乱视听。不过古董专家就说了，邱先生库房里的藏品那实在是假的，假的太离谱了，用行话说这叫开门假啊！所谓魔鬼藏在细节里啊，咱们来看看这个瓷瓶啊，瓶身印了这么一句话，叫大明永乐皇帝朱棣啊，御赐给某某赏用。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？有大问题。按照古人惯例，那皇帝的名字那是绝对要避讳的呀，你不能直呼皇帝的名字啊，怎么能直接写上永乐皇帝朱棣呢？就凭这一点就能判断它就是假的，是吧？目前对于这6000件藏品到底是真是假，当然还没有一个定论啊。那么该请谁来做最终的鉴定呢？这还真是一个麻烦啊。目前关于这个古陶瓷鉴定啊，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标准，鉴定技术倒是更高级啊，有了专门的仪器可以测这个瓷器的年代呀、成分的。但是呢，现在做旧做假的技术呀也提高了呀，高仿的假古董能骗过这个仪器，你用仪器来测呀，它跟真品是一样的年代，完全可以以假乱真。此外现在行业里专家也很多啊，还分为不同的派别，有学理派，他们一直就在这个博物馆里研究，也有实践派，他们在民间见多识广。有的时候啊，那不同派的专家呀互相打架，说这批专家啊，你说是真的，另外一帮专家呢就说这假的啊，谁都说服不了谁呀。在这要我说呀，这校友捐赠古董给母校那是无偿的，是不用算账的，但这批古董的真假绝对不能也是一笔糊涂账啊。好，接下来说一说网约车合法。前不久出租车改革的靴子啊落地了，交通部发布了网约车管理办法，符合条件的私家车呢就可以转化为网约车，专车自此就获得了合法地位，再也不用担心被当成黑车处理了。根据这个新的规定啊，私家车转为网约车呢得满足这么几个条件啊，必须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定位装置，要有应急报警的装置，另外呢网约车的驾驶员
得符合这么几个要求啊，要有3年以上的驾龄，不能有任何交通肇事犯罪的记录，还有危险驾驶犯罪的记录不能有，包括酒后驾驶的记录不能有。另外啊，必须在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扣满12分。值得注意的是哈，为了鼓励分享经济，这个新政策呢还允许搭顺风车，但要求不以盈利为目的，分摊这个费用啊仅仅限于油钱和路桥费。当然了，这么一个新规仅仅是纲领性的这个规条，这个网约车最终还得由各地方来管理，这也就意味着各地可能会有不太一样的具体的规定。在过去几个月啊，对专车表现的最友好的算是这个上海，它是主动跟这个打车软件合作，而有一部分城市啊，以黑车的名义是严管重罚，甚至有的试图啊推出自己的打车平台，最终呢是不了了之。有司机就担心，暂行办法落地之后，会不会提高个人专车门槛？估计啊，可能会有不少的人、不少的车被挡在门外。而的哥对于这个新规那就不痛快了，那有这个的哥就说了，专车越来越多，我们的份子钱什么时候能减少或者是取消啊？要我说，网约车合法那是分享经济的肯定，也是行政改革的互联网加升档提速了。好，接下来进入到板块杂志标题看天下。文章标题是美国人终于找到了人阻止特朗普的人，哈利波特。美国总统大选2位候选人特朗普和希拉里正式就位，最新的民调就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啊已经反超希拉里了。那么希拉里该如何挽回这个颓势呢？有什么样的法宝吗？诶，还真有，那就是哈利波特。美国学者研究就发现，只要读了小说《哈利波特》，人们对特朗普的评价呀就会明显降低。哈利波特能打败伏地魔，难道他也能打败特朗普？这靠的是什么魔法呢？那美国学者啊就说了，说特朗普和那个伏地魔呀还有一些共同点。你看啊，伏地魔对于这个魔法师要求血统纯正，他要把这个麻瓜呀、泥巴种啊还有混血魔法师啊通通都给清除。而这个特朗普呢，他对女性、对少数族裔都曾经啊出言不逊，他和伏地魔一样难以容忍非我族类。另外还有啊，这个特朗普和伏地魔一样都推崇啊强人政治，强调秩序控制，在解决纠纷的时候呢都倾向于啊用暴力手段。而哈利波特和他的小伙伴呢，他自己是混血魔法师，好朋友赫敏呢是麻瓜血统，他们就提倡宽容、多元、平权，就注重啊对弱势群体的保护。去年底，这《哈利波特》的作者罗琳就在社交媒体上啊把特朗普啊比作是伏地魔。美国学者经过调查就发现，每读一本《哈利波特》，人们对特朗普的评价呢就会下降2到3个百分点。哎呦，看起来没多大影响，但您可别忘了哈，哈利波特一共有7本呢、啊、如果你把它全都读完了，那对特朗普的评价得直接下降18个百分点，他的魔法威力那就显示出来了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必须要看小说才有这么一个效果，你看这个哈利波特的电影不会影响到对特朗普的评价，因为电影受时长所限，无法展示细节，而且电影呢看重打斗场面，很少呈现内心活动。哎，看了这么一个研究成果，估计希拉里哎心动，给美国人免费发小说《哈利波特》，一人发7本，这会是打败特朗普的7个魂器吗？好，接下来进入板块杂志图片。比利时展出世界上最臭的花泰坦魔芋花，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尸花，尸体的尸，从这个名字啊就能知道它得有多臭了。可是没想到呢，这么臭的花来参观的人还络绎不绝的。我就想问，你们的鼻子倒还好吗？
英国举办薅羊毛马拉松，在9个小时之内，看谁薅羊毛薅得最多就能获胜。一男子总共剪了732只绵羊的毛，估计啊，白云大妈看了，心里肯定想，这得值多少件毛衣啊。河南济源五龙口风景区3000多只野生猕猴迎来了本命年的百果盛宴。您瞧，哈密瓜、西瓜、苹果、桃子、香蕉，这些水果摆满整个舞台。在猴王的一声吆喝下，猕猴们开始慢悠悠地享用起这一顿自助大餐，一点他都不猴急呀。好，继续关注热点话题。最近啊，河南商丘的市民啊，想在外边想吃一顿饭呢，难啊。为什么难呢？说半个月前，当地为了治理大气污染，将这个市区和县城的一些饭店呢、都给强制关闭了，这个就苦了市民啊。早上想吃一个馒头都得跑到郊区去买，因为呢城内的不能营业，很多这个餐饮商户啊，当然也就损失惨重啊。我们来看这个图啊，正值是饭点呢、这个街道上的餐馆呢都是大门紧闭，上演了一出这里的街道静悄悄。据了解啊，由于这个空气质量排名靠后，商丘市啊已经有很多责任人被追责啊。于是呢，在这样的态势下，可不就得下狠手吗？但问题是，关停饭店来治霾真的就合适吗？当地治霾是打着民生的旗号，可这样的治霾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对民生的困扰。不可否认，餐饮业的烹饪这个油烟呢，也是空气污染的一个因素，但很多数据也表明，这个油烟造成的污染要远远低于工业废气、机动车尾气。而且呢，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，对于没有安装油烟净化措施或者呢排放标准超标的餐饮点，只有它拒不整改的才能责令停业整治。你当地关闭那么多饭店，难道都是拒不改正的吗？恐怕未必啊。据媒体报道，有这么一家餐饮店，他早就按照规定将这个煤炭改成了液化气，也安装了净化设备。当时啊，城管部门给出的答复是什么呢？等环保部门的检测。可半个多月都过去了，也没有谁来检测。由此可见，不是人家不想改正，而是改正了也不给人家机会呀。说到治霾，甭管是哪个城市的市民，基本上那都是百般的乐意啊。试问谁不想拥有一个好的环境呢？可是啊，具体到了商丘这么一场治霾，你都知道所有饭店要停业了，以至于啊，广大市民上街都买不到面条和馒头了，这日常生活就受到了严重干扰，那想乐意也乐意不起来呀。应该说啊，在上级环保考核压力之下，一些地方增强对治霾的重视，那是好事。但就算治霾紧急，你也不能不顾市民生活关闭全城饭店，这种带着浓浓蛮横味道的一刀切治理显然是行不通的。咱退一步说，你关停了10天半个月，你总不能关停一辈子吧。说白了啊，为了治霾关停饭馆，可能就是为了对付一下环保组，想短时间让这个数据啊好看一点。在这我们就想说，饭店不让开，馒头不让卖，如此治霾理念其实也是另外一种霾。最近上海彩虹合唱团又出新作了啊。说到这么一个合唱团呢，大家是不是有点耳熟啊？今年初他们以一张《张世超你到底把我家钥匙放哪了》横空出世，虽然念完这个歌名都感觉要断气哈，但他们却用魔性歌词啊加洗脑节奏一夜走红。那段时间啊，就连买菜大妈都到处问张世超是谁呀。最近这个合唱团呢将神曲进行到底，又创作了一首让亿万加班狗感同身受的新神曲，歌名叫《感觉身体被掏空》。怎么样，
光听歌名就觉得喜感吧。反正这歌曲一发布啊，大家就被洗脑了，朋友圈呢被刷屏了。听完这么一首有毒的加班狗之歌，有人笑抽，有人痛哭，反正那是十人听了九人转，还有一个没有转，因为他就是老板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感觉膝盖中了无数箭，加班那点事就回荡在这个歌声里啊？什么嘿嘿嘿，我们要不要再来开个会，什么感觉身体被掏空，我累得像只狗，魔性的歌词再配合这个合唱团成员时不时来几声汪汪汪，呵呵，那迷醉的是不要不要的啊。不光歌词有毒，这合唱团呢还身体力行呢。你看啊，从这个指挥到大提琴，从钢琴到合唱团的成员，每个人的头上啊都戴了一个狗耳朵啊，代表咱都是加班狗。这视频一开始呢还抱了一把葛优躺的这个大腿啊，真人全方位模仿葛大爷北京瘫，用动作呢告诉你加班加到身体被掏空就是这个样子的啊。有人就感叹呢、啊、听完这歌啊，仿佛看到了成千上万只加班狗已经悲伤逆流成河，这是一首反映工薪阶层人生疾苦的壮丽史诗啊！当然了，更魔性的还在后面呢。你看啊，宝贝，加班的，听出来这是谁的声音吗？这是天王黎明的声音，他在这歌里啊友情出声啊，用声音扮演了老板的角色，一句宝贝加班吧，让粉丝是激动不已啊！本来还对加班深恶痛绝呢，可天王这么一句话，居然让人无法拒绝了。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梗，据说呀，是团员们在讨论歌曲的时候，有人随口说了一句“加班加到黎明”，哎，那干脆就让黎明来客串老板呗。结果真就成了黎明让你加班到黎明。说起来啊，这首歌之所以成为爆款神曲啊，那是因为啊，人家是真的懂加班狗。歌曲中有提到几个地名，什么北五环、回龙观，这些地方那都是互联网公司码农们的这个聚集地啊。而这些人呢，是最容易陷入到加班梦魇的一批人。这些地点呢、啊，可不就引发了受众强烈的共鸣吗？说有员工啊，把这首歌转发到了朋友圈，结果呢，老板看了之后居然就取消了当天晚上的加班。您看看，神曲还真就有神效，这就是感觉身体被掏空，神曲效应却是满满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，来介绍瑞慈颜值。注意了，不是那个看脸的那个颜值啊，这个颜值呢是炎热的炎，就是描述天气炎热程度的一个词。最近各地开启了烧烤模式，每天都仿佛置身于烤炉当中，气温越高就代表颜值越高。有人就调侃了，说在这颜值爆表的天气里，我和热狗之间只差两片面包的距离。不过颜值虽然飙升，但在我们的身边却有这么一群人一直坚守工作岗位，他们就是环卫工人、交警、电力工人，他们用汗水让城市更美好，我们应该为这样的颜值担当点赞。好的，感谢收看杂志天下，读杂志观天下，杂志话题多，明天中午接着说。